小普儿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弟弟，我准备好了。我还第一次听见拿瓜子洗澡那么离谱的要求。那可真是太酷了。你再不出来可就被活埋了。埋吧。我可要盖盖子了，你确定真的不出来吗？不出来，就待在这里，我实在是太幸福了。快出来，这瓜子要吃到过年呢，别都给霍霍了。我不，都是我的。